我是刚刚列车长的2013年11月18号，输赢站，输赢站，10:12，出发的是幸福900乐见启程，全速轿车典礼900行，列车一路900行。你说一下。另外呢，树林哈、也是最富有人情味哈、不瞒各位讲啊，今天在现场我们台铁啊，在现场的同仁，我超过1/2以上啊，都住在树林啊。那所以哈、我在这里呢，利用这个机会呢，特别感谢啊，那我们树林在地的哈，郑里长，还有各位旅客啊，各位民众啊，树林给我们台铁这么支持跟协助。那今天EMU 900型的这个列车呢，我们拿到以后，我们台铁局呢会尽全力的好好的投入我们这一批生力军。那么在往后，不管是我们在中短途的这个成绩，还有通勤的输入方面呢，一定可以获得很好的一个效果啊，提升提供我们台铁局最好的服务。我想今天很难得哈。我们乐铁的殷社长也来，在这边我特别邀请他哈，上台来为我们来讲几句话，好吧？我们掌声欢迎。韩国至少照得出来多少九百型区间车。好啦，谢谢刚刚就先这样。那等一下活动有更大活动，就是他们会下去看九百型952这样。嗯，支持，那也期待之后搭乘952这个号码。